哎呦，你才回来呀？哎，我不愿意看见张涛，他老那样看着我。哪样啊？就这样看着我。哎，对了，妈，嗯，趁着没外人的时候，我得跟你严肃的谈谈啊。嗯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？是不是你出那事儿跟刘勇有关系啊？啊？你说什么呢？你真是。嗯，我问您。就是您做那些傻事儿，是不是都有个期限啊？嗯，是不是折腾一阵就算完了呀？干嘛呀？干嘛这么瞪着我呀？你说出那么没觉悟的话！哎呦，人家不是心疼您吗？我看您现在啊，真有点把自个儿当蜡烛了，老是想燃烧自己照亮别人，连张涛那样的您都……张涛那样的更需要温暖，是不是？人家那模范党员李素丽呀、孙茂芳什么的，讲究的是一团火精神。我这差远了，还没说起来呢。哎，得，您就烧您的吧啊，只要别把我烤化了就行。孩子，哟，张涛吧，给我进来。牡丹姐，潘大姐，我有急事，快来了。哎呦喂，哟，哎呦，牡丹姐。哎呦，有什么吃的没有？这一天饿的我到现在没吃饭呢，我又跑咱家蹭饭来了。什么叫蹭？我今天我可是立了大功了，啊！你至少请我吃顿烤鸭。这，哎，我这刚，妈哦！现在没人认识你，张涛不也没认出来吗？手术很成功，现在没人知道我是谁。我告诉你，马大姐，这个世上就没有我潘大庆办不成的事儿。哎，先说，请我吃什么？烤鸭那玩意儿，你不都吃了面条了吗？先说怎么回事？你烤鸭都不成了，哎啊！我给你解决这么大一难题，至少是只烤全羊。啊，这么一会儿烤鸭就变全羊了？你这么难题啊？哦，你给张涛招了3万块钱。我要给他那3万块钱，那不成肉包子打狗了吗？啊，是这么回事。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，他是开出租的，可是他得了一种啊，叫日晒型那种过敏性皮炎。哎呦，太阳一晒啊，浑身起大包，所以一到了夏天，他只好当夜猫子了。可是白天这车闲着呀，得找一个人倒班。哎呦，大庆兄弟，你总算办件好事儿，我这就告上这儿去了。不是，我没说完话呢。我知道，人家肯定是要押金，是吧？多少钱押金？这数，5万。一辆车多少钱？嘿嘿了。我没说完话呢，是5000。哟，告上这儿去。5000，人家也没急着要，你等把车开起来，用车份钱顶上就行了。这可太好了！我告诉你，这儿我还没说完话呢。你说话，谁不让你说？押金人家也不着急哦，哎，得找一个担保人哦。说你得那担保这个车是坏了呀，是丢了呀，你得有人负责这赔偿啊。那你找，不是这事儿好像他们俩的事儿哈，他们之间解决不就完了吗？干嘛找什么担保人呢？张涛，一光棍，一个吃饱全家不饿。没房子没地没存款，万一出了事儿，他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呀，死猪不怕开水烫的，你不找一担保人成吗？那你当他担保人不完了吗？啊！哎呦，除非我吃错了药了，我可不管这事儿啊！对呀，傻子才管这事儿。现而今谁傻呀？就是啊。哎呦，要不然我把这事儿给回了？哎，别，你容我再想想，我想想这事儿。那您想什么呀？您可不能当人冤大头啊！那我能不能再想3天？等不了这么多天啊！那您当不了这担保人。为什么呀？这啊，这，哎呦，这您，哎，拿什么担保？张涛的事让我挺为难，如果不管啊，他就失去了一个机会，如果为他担保，不知道会有什么意外发生，我这是不是私心重啊？我该怎么办呢？
本协议履行期间啊，发生如下情况，如乙方，这是他啊，不能负责，那么一切赔偿责任由担保人承担，这是他。啊，第一，乙方驾车去向不明，就是你开车跑了，嗯，人家啊得找马大姐要车啊，不会，马大姐，我跑不了。第二啊，乙方发生交通事故了，以及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，无赔偿能力啊，就是他撞人撞车，赔不起人家，得找马大姐赔啊。不会的。第三，如担保人不能如期赔偿，当以不动产抵押。抵押物为，马大姐，您都有什么呀？我有，反正你看我们家有什么，你都写上就行。啊，张儿啊，你可千万别出事儿啊！你要出了事儿，我们家就让人给卖了。不会的，放心吧，马大姐，放心吧。不会就好。啊，要是同意呢，一会儿啊。您在这儿啊，签个字儿。我现在就签。这事儿您着什么急呀？怕他后悔啊？我是怕我后悔。马小燕儿。你跟这儿干嘛呢？等你。等我呢，走，到旅馆说去，走。不，我怕看见老徐。又是老徐，什么时候改口啊你？嗯，你老徐爸往那儿盼着你呀、啊，你真是。有件事我就不明白，你干嘛要帮他？你说你帮了他半天，他也不知道感谢你，你干嘛还帮他？他真不值得你帮，而且他也真的不会感谢你。我没图他感谢我呀，不是，这事儿既然我赶上了，是吧？我得为你们父女相认，我得帮点忙，是不是？这样对你好，你有爸爸了，对老徐也好啊，他有闺女了，你们俩人都好了，大家伙就好了，大家伙好了，全社会就好了。马大姐，我还得劝劝你，你老徐爸爸要说做个爸爸，真不错。对你多好啊！可是你越这么说他，我越觉得他不好。他背后还说你……你别说了，我不听。你知道了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我怕我知道了，我生老徐的气，我一生气我就不帮他了。我看我的面子，给你老徐爸爸一点希望。马大姐，拜拜了您嘞！嘿，小心点啊！哎，千万加小心。知道。哎，注意安全。走了啊！哎。哎呦，马大姐，你可真胆大啊！你替他担保，谁替你担保啊？小张好不容易开始新的生活了，咱能帮他一把就帮他一把，这也是为社会啊减少那个不安定因素。他要是捅个窟窿，你赔不上，还得呀吃官司蹲大狱。我们家还可以拍卖。哟哟哟，就你们家那点破烂啊，拍给废品公司吧。嗯，哟，姚先生，您病好啦？啊！哎，找你呢。哟，您看，就是身子骨还是虚，您都站不起来了。要不您回屋躺躺去，行吗？哎，他是干什么的？好像是什么跑业务的吧？这身子骨还跑业务呢，不容易啊！这人呐都不容易。你比如我吧，明明是孩子他爸爸，那叫老徐也是爸爸呀。可是啊，我还总希望孩子叫我一声爸爸。为这事儿，我受多少委屈啊！
您上哪儿啊？开车。我问您上哪儿？快开车。您怎么停下来呢？你不说准地方，往哪儿开啊？开。先生啊，你喝高了啊，不知道上哪儿你就给我下去。就不下去，死了。下去，下去。我抽你！马大姐，马大姐，幺幺零！喊什么喊什么？小点声！刚才110来电话了，让您赶快去趟派出所呢。派出所干嘛？是张涛打人出事，让您交罚款去呢。啊，这么快就出事了？哎呦！你们家那个交押金的什么时候到啊？什么押金啊？得，先坐这歇会儿，待会儿再说你的事儿。再说你们两个，一个喝酒闹事儿啊，一个呢司机殴打乘客，客人再怎么不对，也不能打人呢。打得好，该打。去，你先坐这，坐这。要是不打他呀、啊？我非让他打残了不可。我这人伤好的快，身上啊。行，真没法说你。还有你啊，在大马路上违章停车堵塞交通，你的车已经让交通队拖走了，完事儿交了罚款领车去吧。哎呀，警察同志，您看交多少钱？怎么才来啊？我那是先交3万。3万啊？怎么那么多呀？又不是我要，他把人老头撞医院去了，正抢救呢，不交人押金行吗？哎呦，张瑞，我撞的是他。哦啊，撞一个还不够，你还撞俩。明儿啊，我就去交通队给你交罚款，咱把那车呢，咱取出来，咱接着好好干，哈。以后可千万别再打客人了，有困难找警察呀，啊！你怎么不原因呀？马大姐，您还是骂我一顿吧。干嘛呀？啊，刚挨完那醉汉的打，又挨警察训，我再骂你一顿，这逼着你跳河呢吗？这不是，这关键你认识到自个儿错了就行了。我别的不怕，我就是害怕呀。我知道，祸闯大了，您就有麻烦。马大姐，其实我现在心里特难受，就是因为您不骂我，我特别受不了别人对我这么好。别哭，不哭，不哭。我没。这娘俩怎么了？这是？问你话呢，怎么不说呀？明天再出去找人啊！我跟您说啊，您算是遇上好人了，这是我们经理马大姐。谢谢马大姐。我饿。哦，咱们上厨房去，我给你找点吃的啊。马大姐，嗯，我也饿。一块儿去。哎。这就要走啊？哎，没钱住店，也不能老赖在你这儿。哎呀，这怎么话说的呢？是吧？谁还没有个为难的时候呢？等找着孩子爸爸不就好了吗？哎，他不是在北京开了一家，你说那个电器维修店吗？嗯，可那地址也让俺放钱包里，让小偷偷走了。啊？地址丢了？哟，这是，不是你没有一点印象啊？有那么一丢丢没有？
记着一点。嗯，好像是啥扁扁圆圆圆扁担胡同。可不是嘛，你瞧俺这记性，扁担胡同。哎，老爸，你打哪来了哈？张大嘴呢？张大嘴，哦，再张大嘴，哦，找着扁担胡同没有啊？找着了，还不止一个呢。不止一个。嗯，你看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三个，这还有呢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六个，嗯，这还有七个，八个。有一打呢，十二个啊，这可找到啥时候去啊？别着急，慢慢找啊，一个个找，找不着啊先回这儿来，房间先盖着，等找着孩子他爸爸不就好办是吧？要是他爸爸也没钱咋办呢？那咱这房间就白搭了呀。那也不能让他们娘俩住大街上去，是不是？实在不行扣我工资。哎，吃花生来，哎，来拿着拿着，接着。哎呦，吃吧吃吧。哎，我说二位，张奥奔哪儿了吗？找一小旅馆，别在繁华的地方。有嘞。二位，算您上对了车喽。哎，马大姐！哎，哎呦，张超，我给你拉客人来了。欢迎欢迎二位，您是开个单间啊？您好。哎，我哎，怎么了，这位先生啊？怎么了怎么了？哎呦，哪儿不舒服？要不要请个大夫来呀？没事没事，他就是晕车，躺会儿就好，赶紧开个房间吧。哎，小芳啊，快把客人领到一号屋去。哎，一号房。哎，好吧，行行，哪儿吧？手续回头再说，快去，先去先去。到了，小弟。不是，不能给我，你别，哎，我对，没事，你出去吧。给我，你要不要请大夫啊？晕车请什么大夫？啊，让你出去你就出去，出去！马大姐，马大姐，新来的客人都杨九峰了啊！杨九峰。嗯呐，在床上打滚，还那个，那怎么不上医院呢？不知道啊，那女的把我给赶出来了，然后啊，用那毯子把那男的给捂上，就跟那个电视剧里潘金莲武大郎似的。胡说，那潘金莲啊是给武大郎下了药，要把他给毒死，他好跟新闻，这不可能是吧？他要药干嘛不回家要去，上咱这来干嘛来呀？是吧？我估计八成这两口子也是上北京看病来的，嗯。哎呦，我回来了！哎呦，没找着草他爸爸呀！来来来来来，包给我来！哎呦，累得够呛，这一天。来来来，来拿着拿着啊！大姐，我命真苦。哎呦，别着急别着急啊，咱明儿接着找是吧？那十二条扁担胡同呢，你看你，要不慢慢找吗？你这是啊？我不不啊，不走，我不活了！哎呦，不着急，你等我。我的老天爷！找着人你也不能急成这样啊你啊，哎，马大姐，啊，你是不知道啊，他出事了，出事怎么人没了，死了，死了，他身心了，残废了，残废了也能伺候他呀？傻了，就跟张涛打那位似的，他还能从一数到五吗？
死活躲着岸边了，找不着个人呢。要不要帮忙啊？没事，请勿打扰。新来的满先生，又出人命了！什么？啊！不要命了！干嘛？我！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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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求你，你可千万别！你们这怎么那么乱呢？啊！我不住了，我出去烦我了。别别别！哎，姚先生，行，喂，那老徐呢？哎呀，一个抽羊角村的又已经好了，你还进去干什么呀？你又想侵犯人家的隐私权呢？你说是两口子，结婚证没验呢，瞅瞅去，走。行行，你去吧，我不去了啊。哎。可以进来吗？请进吧。哎，您那羊角风那个您那个晕车好点了吗？拿点药给您。谢谢。另外呢，我们这个旅馆呢，它有规定，凡是异性合住的，得需要看看那个证件。有，带着。给。哟，这新娘子多漂亮啊！哟，您当时真是，这胖子。先生，您比这照片上可瘦多嘞，您看病来了吧？啊，不，旅游。走吧。啊，您跟北京啊，您好好玩啊。有什么事儿呢？哎，您就这个，哟，这怎么旅游还带着坠子呀？还纳鞋底子吗？哎呀，你问人这干什么呀？快走吧。啊啊啊！那您歇着。哎，不对劲儿，就是不对劲儿。我又怎么了？哎，我说呀，刚才那两口子好模样的到北京旅游，带个锥子嘛呀？哎呦，你就省省心吧，多想想怎么让三姐叫我一声爸爸，她呀最听你的了。哎，你要想让孩子叫你爸爸呀，首先你得有个爸爸样。哎。我这经理都不当了，还让我怎么着啊？慢点啊，从这爬上去，哎，从这圈里边钻过去，然后从那滑下去，跟刚才一样。哎，慢着啊，哎，小心，别跟小朋友抢，一个个来啊。闹了半天，你还没见着你丈夫呢。嗯，那边啊，国家征地都拆迁搬走了。没事没事，往上往上，没事啊。马大姐，俺不瞒您说，俺在老家就听有人告诉俺，说小草他爹，他在城里变了心了，跟一年轻女的啊。哎呀，这不能相信！我们家老王上河北快一年了，是不是？啊，现在要有人告诉我说他跟别的女的好了，哎呦，滑下来，滑下来！哎，对了，哎呦好，哎，转过来，哎。可这又听说他那修理铺啊，他搬到西边去了。你说这西边大了，我上哪儿找他去？再说了，俺也不能老白住您这儿。上梯子，哎，上梯子。这么着吧，你白天呢出去找人，晚上回来呢就上厨房帮着干点活，就算你打工挣房钱，是吧？哎呀妈呀，俺可遇上好人了！草儿，快过来，跪下，给你马大娘跪下磕头，快点！干什么呀？你这是？哎呦，往上爬，孩子，没事，什么事儿没有啊？哎，勇敢！哎，老徐啊，哎，明天呢，我想给你派一活。什么活啊？你呀，帮着小草找爸爸去吧。什么什么什么？让我帮着别人找爸爸？你这不是诚心寒碜我吗？你什么寒碜呢？您要是找着了，是吧？哎，在你闺女的心目中的地位，勾一大截子能。是啊。哎，那我就是找不着，也有苦劳啊，在我闺女心目中的地位也能高一小截子呀。哎呦，又说这儿，哎，小草妈，哎，老徐，快点快点，我让我们这同志啊陪你一块儿找人去，哎，你把具体情况跟他说说。
啊，有照片没有啊？让我瞧瞧。有，也在钱包里，让小偷偷了。哎呦，那怎么找啊？这他这人好找，都说他长得像电影明星啊。是啊，那是像葛优还是像陆毅呀？他俩都像啊。哦，走吧，他俩差远了。哦。楠楠，是我呀，你怎么连我声都听不出来了？楠楠，报警行不行？你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你瞎打人电话。你不知道人民警察挺忙啊，啊，赶紧让你领导处理。哎，好，对对对，给马大姐打。喂，哎，马大姐，哎呀，你快来吧，一号房出事了，我怕是，我怕是那个潘金莲把武大郎给杀了。妈，哎，您三更半夜您上哪儿啊？旅馆有点事儿。去一趟啊！您一人啊？那不成不成，我陪您一块儿去吧，太危险了。那你陪我一块儿，那不更危险了吗？你快快快，我找张涛一块儿。不成，他们要出车，我晚上睡不好觉，该出事儿了。干脆我找潘大庆。快点睡吧啊！您小心点啊！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快着，这就到了。你怎么还没睡醒呢？不是没醒，是我不愿意醒啊。您知道我做了一多好的梦哦，让人给我搅了。我梦见啊，开着名车，住着别墅的女大款请我吃烛光晚餐，刚上一大烤鹅，哎呦，还没闻见味儿呢，您就敲门了，真是，哎呦，不行。烤鹅你算了吧，改天我请你吃炸酱面。炸酱面太差了，马大姐不好了，杀人了，快来看看。杀谁了？啊？没声啊。可是刚才跟杀人一样啊。可能已经杀完了。啊？什么声也没有啊？你不会做梦吧？不是，刚才108也在，他正在给他奶奶打电话。哦。胡说！啊，108多大岁数了？还有奶奶？不信，不信您问去啊！马大姐来了，找你问问刚才的事儿。刚才什么事儿？刚才你给你奶奶打电话的时候，一号房不正在喊吗？马大姐不信，说你这么大岁数不会有奶奶。可不是啊！我要是有奶奶，也100多岁了吧？啊，听错了吧？哎，刚才一号房喊的跟杀人似的，也是我听错了。我刚才不是说要报警来着吗？我没听见什么声。也许有点什么声。谁撒癔症的吧？啊！哎，我中国大炮，你呀，别老大惊小怪的。领导也是人。休息不好，明天怎么工作呀？喝我这烤鹅片炸酱面了，你这不耽误事儿？哟，出去玩去啊？哎，白先生呢？啊，他先走了。啊。
芳儿啊，我看见一号房的客人出去了，赶快把这屋收拾出来。哎，快着啊！哎，马大姐啊，这门锁坏了，开不开？是吗？我瞅瞅，我瞅瞅，给我拿着，小心。有人吗？啊？有人在屋吗？不对呀，那两口子出去旅游去了，这屋里没人呢，是不是小偷趁机进去翻东西呢？不会吧？这可不能大意，上回咱就把一小偷给放走了，这回可千万……大宝，大宝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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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，把门推开！咱们来对了，这是捆犬要杀还没杀呢，快给他解开啊！对，解开！哎呀，不对，嘴张开，张开，张开！喂，别管我，别管，等他回来。这什么事儿啊，两口子吵架也不能这么闹啊。啊，媳妇让服务员玩去了，把丈夫给捆起来，这不是家庭暴力吗？这个男人打女人才是家庭暴力，女人打男人一样家庭暴力。白先生，白先生，甭害怕，甭害怕啊，您到北京了啊，这是法治社会的中心，起来，我领您呢找地说理去，走。不，你们别，你们不明白，不是这么回事，不是这么回事，白先生，您得保护自己个儿的合法权益，是不是？咱反对任何形式的是家庭暴力啊！您得反抗，您得斗争，您听我说话了吗？不成的话，我们帮您去联系妇联呢，是吧？先给派出所打个电话。哎，别。别给派出所打电话，千万别打。为什么呀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出去，全都给我出去！不是，我先问您一句啊，您干嘛把白先生给捆起来？你管不着我，马上出去！我怎么管不着啊？我怎么管不着啊？你在旅馆里，我就得管，是不是？您不能这么对待人，是不是？你侵犯了我们隐私权，马上出去！出去！不是这样，你出点话，我们退房。我看看这事儿啊，还得上派出所找民警去。两口子打架，找什么民警啊？清官难断家务事，少给人民警察添乱吧你们。兴许是那男的愿意这么整的，那叫那啥来着？虐待狂。我看过一外国电影，那男的还专门让那女的拿鞭子抽他，啪啪！哎呀，行了吧，那叫受虐待狂。对，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你们管得过来吗？赶紧给人修门。老徐，这事可怎么办呢？咱们是不是应该报告有关部门啊？报告什么呀？报告那妻子，她虐待她丈夫啊！哎呦喂，我说马大姐啊，你都是当经理的人了，怎么还这么幼稚，这么冲动啊？啊，我跟你说句古话啊，叫做叔不兼亲，懂吗？不懂。就是啊，你是外人，你不能兼理人家两口子，除非呀，人家自己个儿出面，要不然。那可是我也不能眼瞅着白先生在那受折磨呀，是不是？这也忒那。老徐。听说你老婆可不是个善茬，你这么没斗争性，你是不是哀家也如你大爷？哎，我说马大姐，你怎么说就拐到我头上来了？这世界上有好多问题你是理解不了的。你现在啊，最主要的是要想办法让我们妇女尽快的团聚。我发现了啊，自从我真的靠边站以后，你对这事儿可一点都不积极了。没有，我这事儿我非管不可。开门呐！开门！再不开门叫警察了！快开开，有话好说嘛。
早知道这样，刚才就不修了。啊！放下你的锤子！放下你的锤子！放下！放下！对，拿出来，拿出来！哎，好了。扎自己呀你！别问了，不由你们管，你们管不了。妈，我知道他有精神病，像，太像了，赶快送医院吧，我去叫救护车。不用送医院，送戒毒所。啊？这闹了半天是毒瘾犯。哎呦，你说这吸毒真是害死人了，真是。干脆让他们结账走人，省得闹得大家伙都不安生。他们要不走啊，就叫警察把他们带走。行，人家是来这儿戒毒的，是吧？还没连上戒毒所呢。咱们现在既然知道，就应该帮人一把。哎呦，这怎么帮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我明天就去登记，把他送戒毒所去。哎，我说你们那儿就没戒毒所呀？大老远的，干嘛跑我们这儿来啊？他已经几次服刑了，每次从里面出来都认识一些新的毒友。我想给他换个新环境，如果能戒了，我们就不回去了。明儿啊，您就踏踏实实的联系那戒毒所去。病人呢，我们帮您看着。不，我也不愿意捆他，可是他。我怕他毒瘾上来控制不了自己，另外也怕那些毒贩子再找上他。毒贩子还能找上他呀？难说呀，这些人无孔不入，他们很会找目标，以前戒毒都是这样失败的。哦，还真得提高警惕了，往后对出入旅馆的人看严点啊，不允许任何人靠近白先生。哎呦！我一开始啊，我还以为他这抽羊角风呢，后来才知道戒毒的。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呢？您反映这情况很重要，我们会密切注意观察的。哦，如果有那个什么特，您要是没空，您就交给我，我一定不错眼珠的，我观察他。一有毒贩子出现，我就报警。提高警惕是对的，不过您也别草木皆兵啊。这火候我会掌握。哎，您忙您的，我走了。哎，马大姐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哎呀，哎，我现在没事儿，我出去转转。哦，那我陪您去。哎，不用，我散个步就回来了。啊，马大姐，这是什么了？润喉糖，怎么了？哼，这么大岁数了还吃糖？我嗓子发干，吃润喉糖怎么的？甜呢？毒品是甜的吗？哎，不是，你有病吧？真是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是您这，我小时候啊，我妈老带我上游乐场，在旁边看着，跟您现在似的。老太太好吗？死了，为我这事儿给气死。
临走时候眼都没闭上，我是一不孝子孙啊。咱把这毒戒了吧，是不是？那样你九泉之下的妈也就能闭眼了。您不知道这事儿，戒不了。我戒好几回了。他怎么就戒不了呢？是吧？你瞅人电视剧里的那个霍元甲是吧？那多难受啊！人不也戒了吗？啊？你也是一男人啊！你想想，你那辛辛苦苦的媳妇儿，你再想想你那闭不上眼的妈，孩子，咱戒了吧。成，马大姐，冲您，我一定把这玩意儿给戒了。嘿，哎呦，给我小心，站稳了。谢谢您，马大姐。啊，争取咱早点出来，出来以后还住我这儿，在北京城好好玩玩啊！谢谢你啊，马大姐。哎，我们走吧。哎，快点吧，走吧。嗯。马大姐，哎，我这次要是还戒不了啊，我就不回来见您了。哎，谢谢您。嗨，别。你的东西忘拿了。谢谢，这个我们已经不需要了。哎，我们不用这个。得，我留着那鞋底子。马大姐，啊，办事处于书记来电话说呀，有急事儿，让你赶紧去一下。闺女，祝贺妈妈，妈50年的理想就要实现了。真的要发展您了？于书记今儿通知我说发展会就定在下星期五。哟，真的要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了。哎，姐，这有安眠药没有啊？啊，干嘛呀？他激动的晚上睡不着觉啊。干脆啊，我上旅馆值夜班去得了。哎，爸妈，哟，大庆兄弟，一定是听了好消息，给我祝贺来了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张涛，怎么了？又出事了？哎呀，他这会儿出事，这不要我命吗？这不是要我的命啊？啊，要你的命干嘛呀？你又不是担保人。正在我们家喝酒呢，两瓶白酒，三瓶啤酒，啊、还喝呢，哎、喝的眼珠子都发红了。我怕他酒劲一上来，啪，把我这四亿工程脑袋给我担反了。他不是戒酒了吗？怎么又喝着了？别，千万别去，他眼珠子都红了。我再给您来一下子，刚当了几天经理，回头连五都数不了了。行了，你这边快去，张涛。回去啊！回去，你甭拦着我，你甭拦着我，我得把它找回来。你喝醉了，你喝醉了。没有，咱回去。甭管，你是非把它给我找回来不？你找谁呀？你给我，你还哎，你们俩快帮着我把它弄回去，我弄。小猪崽子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啊？为什么？别干！哎呦！起来，起来，快起来！你瞅瞅，你给他撞的你！什么呀？他自己喝多了。抬不动我了，不会摔傻了吧？以后不会就能从一数到五了吧？啊？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？张，醒！嘿。哎呦，你别吓唬我啊！你要出了事，你这不要我命吗？你小张，